再等一下哦，因为下个礼拜一啊、这个莹啊就要跟正式和大家见面了。动物园呢也在做最后的准备，今天就已经开放民众团体预约。动物园也公布了莹啊最新的健检影片，只看到这个兽医啊替莹啊做身体检查，一样完全不受控制，不断的动来动去，而这个模样也相当的可爱。六个月大的莹啊做例行健康检查，不过实在太活泼好动，莹啊完全不听话。五名保育员抓住莹啊的四肢，从牙齿、眼睛到耳朵一一仔细查看。讨厌健检的莹啊不停地扭来扭去，检查每一个部位都必须要和大家合力制服它。头好重重的莹啊体重是刚出生的75倍大，需要我们大家好多的保育员协助去做检查。那我们也发现它的成长都非常的稳定，尤其是体重啊长得非常的快，好，已经几乎已经到它出生75倍以上。1月6号莹啊亮相，提醒民众动物园3号起就开放团体预约参观。万众期待下，动物园已经做好准备让莹啊和大家见面。雨点 TV 综合报道。